大家好，我是昆士兰警务处各个警民关系联络主任王志健，等代表我们昆士兰州的警务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有爱有优米还有斯克达加学长我居住的地方昆士兰州。据统计，我们昆士兰州警务处的人手按照人口比例来计算的话是全澳洲最多的，其中包括了我们就是警民关系联络主任。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协助这边的警官执行他们警方的任务，但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工作是我们要和我们自己的社区保持一个紧密的沟通联系。我们昆士兰警务处最重要主要的工作就是要使得大家在昆士兰生活安全愉快。昆士兰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州，这里的居民来自几百种不同的文化背景，这里确实是一个非常友好安全适合于居住的地方。虽说是这样，我们也和世界上别的地方一样无法杜绝犯罪行为的发生。我们制作这个 DVD 的目的就是为了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关于在昆士兰，在这里我们会给大家谈谈一些关于在昆士兰实用的法律和几个尝试性的问题，使大家在这里过得好，过得愉快，过得满意。在正式开始之前，我还是要再三强调这一点，如果你在昆士兰期间遇到任何的意外，我们真诚地希望你立刻报警。无论是哪类的罪案，即使是那些你认为程度很轻的罪案，报了警就可以有效地防止类似罪案的再次发生。通过这个办法，我们就可以有效发挥我们的重要作用，确保每个人在昆士兰的安全。喂 ，Kim， 啊，嗯，肯定很好玩嘛 ，Jim 经常搞 party 的，嗯，你去吗？哦，你跟红一块去，你接他是吧？行行行，好，嗯，那我们在那见啊，好，拜拜。哎 ，Johnny， 快点，我们去赶公车，走那边吧，那边近，别走那边，跟我们一起走啊。啊，那太远了，这边近，我肯定比你们先到。行，好的，好，拜拜，拜拜。Johnny 决定抄近道，这并没错，但他是一个人，他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人身安全，对周围的情况也不了解。他的 iPod 和手提电脑都暴露在外面。Johnny 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攻击目标，他独自一人也听不到周围的动静，这都可能给他带来危险。Help! Get away!歹徒把 Johnny 看作一个容易进攻的目标，但由于 Johnny 提高了嗓门，变换了肢体语言，他也就此罢休了。此外 ，Johnny 的物品都没有刻上记号或打上任何标签。如果歹徒得到了 Johnny 的手提电脑，那么他找回这电脑的几率几乎为零。此次 Johnny 是躲过了。但下次就不见得有这么幸运，他对自己没有跟同学走在一起感到很恼火，真是悔不当初。如果你感到处于紧急状况，生命受到威胁，你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拨打紧急求助电话300，这样你就可以和警察或救护车等急救中心直接接通。他们每天24小时，每周7天都有人值班。Johnny 刚才经历的情形虽不是急于生命的，但他仍然应当报案。除了拨打000， Johnny 也可以选择到任何一个警察局去报案。在使用公共交通时，应当避免独自一人等车时间过长，
应当熟悉这次的时间表。独自乘车应当坐在你感觉最安全的地方，比如司机的附近。如果你遇到危险，你可以大声呼救，以引起别人的注意。在昆士兰，公共交通是很安全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汽车、火车上都可以看到紧急按钮。你有没有听说 Johnny 的事啊？没有啊，他出什么事了？他走路赶公车的时候啊，有人想抢劫他。啊，他没事吧？没事没事，受了点惊吓，但是人没事。可是他已经报了警了，他说警察非常不错，很专业的。他老是想要抄小路啊，我之前就已经有跟他说过，一定要和朋友待在一起的。他一定是受到教训了这一次，他今天晚上也会来哦。哎 ，Kim， 可以在前面取款机停一下吗？我要取一些钱。好的，好的，好的，我马上带你去啊。和他的朋友 Johnny 一样 ，Kim 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攻击目标。天很黑。他是独自一人从机器里取出现金。在 ATM 前，应当注意周围的动静。如果你感觉不安全，就应当撤销取款动作。如果你确实要取钱，那么就应当在取出之后直接放进钱包，然后找一个隐私安全的地方去数。假如 Hong 一直待在车里不出来，那么 Kim 的钱和卡就可能已经被劫， Kim 甚至有可能受到伤害。他是独自一人，似乎更应当好好的使用自己的判断力。总之，他的人身安全比起几块钱来说更加重要。昆士兰人友善，喜欢社交。对很多人来说，在酒吧、餐馆、夜总会中一起喝几杯酒都是很平常的事。与生活中大多数的事情一样，需饮酒适度，应当知道自己的酒量多少。我们再来一杯怎么样？怎么样你？哥二哥几个不行啊，我得开车。你们先喝，我不着急。啊，哦对了，你现在18岁了，你有带身份证吗？这里他们没有身份证不卖你酒啊，否则是违法的。对了，我但是不太习惯带护照出来，但是我带了18岁以上的年龄卡，应该没问题。那要不你买？啊，你喝什么？我还来杯可乐吧。再来杯可乐。行，我先拿啊，谢谢啊，来。Shu 为了保持清醒头脑以便驾车，他做了正确的决定。他是为了自己的朋友的安全着想。在澳洲，酒后驾车会导致严厉的惩罚。饮酒过量会导致酒醉。在澳洲，店方有权拒绝服务或进入，并且饮酒过量有违社会秩序。电话，谁啊？喂，是后吗？哦，在非指定可饮酒的公共场所饮酒是违法的。这些不能饮酒的场所包括公园、海滩、火车、公车，甚至大街上，比如 James 现在所在的地方。你们？哦哦 ，sorry，I totally forgot，sorry about that。有的时候新到了一个国家，往往很难记住某些法律，我们人人都会犯下错误，忘掉一些规定。 James 在这里所犯的错误完全是无意的，他可以继续和他的朋友们快活一番。
就走这边。下次注意一下。好，谢谢，谢谢。Johnny 短信。啊？怎么了？他刚从公安局出来，是吧？然后马上就可以到家了。嗯。我们今天到此告一段落。行，喝完这杯，我们跑过去接他。如果你想喝酒，就要安全为度，不可过量，计划好你和你同伴将如何行动，不要光喝酒，要尽量吃些东西，也不要把各类酒精混合饮用，在喝酒的中间穿插喝一些非酒精饮料，也能达到一定作用。在昆士兰，自己驾车是最便捷的旅行和观光方式，但是为了能够在昆士兰驾车，你必须持有本国发的有效驾照，而驾照必须是经过认证的英文翻译件。如果你成了澳洲公民，那么你原来国家的驾照就将在3个月后失效，那时你必须持有昆士兰驾照才能继续驾车。应当记住，如果你只有外国驾照，那么你在开车时必须随时把它带在身上。如果你发生交通意外，第一件事要谨记的是不要惊慌。第二，马上停车，如果有人受伤请给予协助，以及马上拨打000。任何的交通意外事故都应该尽快报警。最后，与对方交换资料，包括姓名、地址、驾照和车牌号码、车辆型号及款式，如果可以的话，包括对方的保险公司资料。在昆士兰，交通安全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你必须开车的话，你就应当去昆士兰交通局查阅各项交通规则，他们将告诉你有关于取得驾照方面的资讯，以及法定可驾车年龄、血液中酒精含量标准等等。你也可以上网页查询 www.tmr.qld.gov.au。 哎 Trey， 要不要一起去 Jamie 的 party？ 我们可以开车载你啊。我不去了，你们去了，我还要查一些东西啊。哦，那好吧，改天见吧，拜拜。拜拜，拜拜。互联网人人都知道，在昆士兰尤其是布里斯本上网更方便。在澳洲，政府对于上网并没有特殊规定，因此你几乎可以自由地浏览和搜寻你想要的东西。但是在跟其他国家一样，在澳洲上网，你应当小心不要泄露自己的个人资讯，像电话号码、住址、银行账户等。在接收电子邮件或登录其他社交网站时，应当对于陌生人发给你的信息保持警觉，千万不要把陌生人告诉你的话当真。上网时应当理性思考或征求朋友的意见。